八场比赛都没有这个胜季的一个成绩，那么本场比赛咱们主教练对球队做了哪些的针对性的部署？具体部署不太方便透露，但是主教练在给我们每个人就是球场上的安排上面做得非常的细致，然后呢给予我们每个球员非常大的信心，不管从外援、老球员到我们，包括我们年轻球员，给予了我们很大的信心，给予我们很多的鼓励。说到信心，今天其实你造点球的那个突破，之前你还记得你用了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进行过人吗？我当时就是想做一个牛尾巴的动作，可能平常集锦看的比较多，到了那一刻就是有一种就突然一下想做的那种感觉。一般都看谁的集锦学到这一招？都看吧，小罗、梅西和 C 罗的集锦都会看一些。那这场比赛取得了进球也造点了，想把这进球送给谁呢？我想先送给我自己吧，因为我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，前两天才过完生日。想这个进球先送给自己。谢谢。